招风雨啊。嗯，老师打横了，这车不知道怎么开的。哎呀，你看是真多，又一单又一单。嗯，哎，这么巧啊！对对对。即係我咪講咗，我知道你哋嗰個初衷，但我亦都要結合埋專業。如果你話依度再加，即係將佢我哋心中嗰個宗旨就顯得嗰個呼吸感好緊，啊啲聲到時會即係個宗旨可能好突出，啊就做唔到平衡，啊而且原則上嚟講，其實應該前面五成都係一一模一樣嘅，啲聲先可以做到100%嘅一致性，所以。太好啦！依三隻，我建議就唔好再加啦，目前喺空間。嗱，前五一模一樣咧，老闆有嘅，有你哋咁上嘅。如果你有咁提出嚟咧，佢肯定揾多兩隻出嚟俾你。但係最主要呢度係唔夠闊，你塞多兩隻喺呢度嘅話咧，就你個呼吸感啱先你講啊，冇錯啦，就即係變咗單聲道啦，我哋講嘅係嘛？好挨近，好似啲音箱同我把聲，啲聲又覺得好似唔夠開揚。所以我寧願就係做少兩隻中指，但我都要換取依個平衡感同埋空間感啊。雙樣有嘅，嗯，啊，明白。要成間房用曬呢隻都有。哎呀，顧老闆太好啦！哎呀，我摸你個喇叭係幾多？攞嚟係即係唔可以貼得太近。嗯，我一跳太近。理論上嚟講咧，佢其實係離得越遠越好嘅。哦。啊，即係網上有啲人講話，啊一定要貼近，其實錯嘅。啊。啊。貼得太近係咪冇面子？佢係會直接啲高音會有干涉嘅。啊，你貼得越近。小心。係。可能廿公分。咁就得啦。即係我哋保持要有15公分以上，呢個又唔止啦。誒，咁就靚啦，咁冇問題。係啦，係咯，有廿幾，得，咁咪靚仔啊！呢我同呢個係咩意思？啱先。O K， 呢個係幻想中字，將左同右。去模擬個中指，實際佢冇條件放你中指喺度嘅話，就要將呢個功能打開。係啦，冇錯啦。所以你一點咗落去之後咧，咁就依度冇咗啦，依度又唔可以再加啦，係嘛？哦，嗱，依度又唔可以再加啦。哦，我明白。幻想中指啦，係咁樣嘅意思。佢係得個中指可以幻想，其他環繞嗰啲單炮唔可以幻想。就冇啦。哦，係啦，因為有時即係有啲玩兩聲道嘅，可能你哋將來會用到依一個，反而會係比較常用嘅。啊，即係個中指位，即係冇地方擺，咁我落嚟。咁如果個中指隔間房地下度咧，有可能唔靚聲，因為人咧地下講嘢咁怪嘅。咁你或者就可以嘗試揾依個幻想中指。其實如果你坐啱中間個位咧，其實幻想中指我覺得係 OK 嘅，個定位起碼高噶嘛。即係好過你隔間擺個音箱喺地下度。啊！即係遇到個幕又係大嘅情況下，就依個幻想中指咁用嘅。即係譬如依個係環繞，佢喺依個地方會有一嚿嘢向上、中高向上打，通過佢反射落嚟，咁就解決咗有啲人咧已經係裝修好啦。但我又想玩全景聲。咁你開咗頭先嗰個選擇咧，佢啲算法。佢就默認你哦，你喺依個地方再通過反射咁落嚟嘅，咁就唔喺上面嘅。所以嗰個原則上，我哋其實係唔需要去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你通過啲聲反射，咁其實就唔係冇效果。即係冇辦法先係咁做啫。有條件嘅話，就肯定裝上效果好。冇錯，因為其實又有一個問題啊。咁如果按照佢嘅規範咧，你個頂應該係平嘅。如果你做到聲學嗰啲處理咧。
你打上去其實是散了的，反應不好。所以這件事呢，就是聽上來，就是講上好像可以，其實就不從使用的效果，以前都試過一下，好過沒有啦，但又不覺得它有多好。Nice.